哥哥有弱点，哥哥的弱点就是你，以后多加小心。你不要伤害傅楼和尤四夫人。我若想这么做的话，他们就活不到现在。你不想杀傅楼？不想。傅楼也绝对不能死在我手上。也对，毕竟传奇谷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，哥哥若是杀了他，岂不是又多了一组敌人？我从来不怕敌人众多，况且杀傅楼也没那么困难。那哥哥，你跟傅楼谁的武功更厉害啊？小春花，杀傅楼根本不需要武功，关键是你要知道一个人的弱点，如果知道他的弱点，这个人就容易对付得多。对，你没有弱点。哥哥有弱点，哥哥的弱点就是你，以后多加小心。这个游丝倒是好说，不过这个副楼主小春花应付得了吗？副谷主来得挺快啊。上官秋月，长生果在凤鸣山庄的消息是不是你散布的？耍人耍得好玩吗？我看副谷主是关心则乱，所以你就来传奇谷看我笑话？那可就错了，我这次来是专程给副谷主送帮手的。我之前曾请求你联手，当时你断然拒绝，我不信你此刻又安什么好心。我的好心的确不多，可是为了我妹妹，这次我勉强挤出来了一点。你的内力，我就说吧，副谷主，我这个人当对手可比当帮手要麻烦得多。你说的帮手就是他吧？啊，是我。他既然没了长生果，也就没用了。哎，我这个妹妹是相当的有用。嗯，副谷主，凤鸣山庄这两天就要开长生果大会，我这个妹妹又恰好是萧白的未婚妻，副谷主可以用我的妹妹去换取长生果。你还考虑得挺全的。哥哥，这还不是为你着想。切。